艘载有218人的客船在马来西亚西北海域因进水事故而下沉，上有23人。安娜，我上错了一条船，这条船出事了。对不起，有病了。这个是我的爱人，只是现在遇难名单上没有他，我始终觉得他都还活着。Hello， what happened？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少爷在中国找了一个血液研究所的工作。你不知道你的血很特殊吗？一定要小心。林志菊，安娜。你这脸怎么了？你太多谜题了。我的这个儿子肯定还活着，相信我，你一定能拿到那个救命的东西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会告诉他真相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你愿意为了自己的幸福冒险赌一把吗？